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现场采访一下校长。我先说一下我为什么做这个杰斯吧，是因为它的产品好啊。然后为什么我开始用呢？因为是在美国的时候，一个师兄，一个师兄介绍给我。那么虽然有一点情面关系，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我用它还是我不愿意放过好产品。嗯，我也很爱臭美，用了很多很多贵的牌子啊，像这个 Naperry， 这个粉底就是1000多，然后那个精华就是3-4千。然后我用了杰斯的之后，我那个精华还没用完，就给送人了。因为没有我现在用的好，所以我经常跟员工说，我们都要用护肤品，如果放着好的不用，你用差的你就是250。所以因为我自己是经历用过最好的东西，不能说最好，用过最贵的东西啊。我对那些高档的那些名贵的已经没有什么期望，因为我都用过了，没有这个好。包括我女儿也是的，我女儿她是看到我的变化，我以前呢，这个嘴唇老裂啊，现在就很滋润了。以前我的手像个老头子一样，我现在像个女人的手了。然后我跟他说，他就笑，因为他知道这个变化。我是已经发现了，我因为我都经历过。那么像这个杰斯，这个精华就特别好。那我用了，我因为我自己有自己的医学，有自己的很在乎的问题，比如说我的毛孔啊。他这儿有个做了一个疤呀，那么通常美容院都跟我说这个毛孔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改善啊，是个很难的问题。那么我用杰斯呢，我的毛孔就小多了，起码我不自卑了啊，觉得比较正常了。然后还有这个这被疾风做坏了，做一个坑的，以前我多贵的精华，跟德国的这么一小瓶1500块钱我都用了，没有这个好啊。现在我用精华的时候很好，像我要是烫伤了，要是手破皮了，我都用杰斯。上次我助理也是破皮了，把手割出血了，我就给他用。你为什么给我用化妆品的？他也怀疑。结果到下午，哎，真的好了呀。然后他在群里发了微信，然后，用上次我这乌龟嘴出血了，我也给他用。但我后来想，这是人体的干细胞，我乌龟能不能用啊？然后学生在湖北那个窗户破撞头了，我也给他用这个，他们都诧异的看着我，这化妆品为什么给我用啊？但是我因为我知道它是最好的啊。然后我在美国也去看了那个研发人叫Dr. Newman， 到他的办公室去看的，他们的员工个个皮肤好啊，也有可能他们开始就皮肤好，但是他们都用的，他们公司发产品啊。然后那个有个叫菲律宾吧，一位女的，我还有相片。她说她非常的幸运能够在这个公司上班啊，因为老板对他们待遇也不错，然后还给他们发产品。因为现在社会上那么多的这个美容产品、护肤产品，但是有些确实有副作用的啊。那么他们是用了越皮肤越来越好，并且他们也跟我一样啊，如果晒伤了、烫伤了、切伤了，他们都用精华。那么他们自己的员工都是用这个产品护肤啊，跟我一样。那么他们就说，我说你怎么样，用的怎么样，都说 amazing， 就是特别的好，特别的棒。然后它不贵，对我来说它不贵，因为我以前的用的太贵了。我以前的用的产品都是这个的几倍的价钱啊，所以我就不明白这些人放着好的不用，要是用那个贵的又没这个好的啊。这就是我要做杰斯的原因啊，因为我自己在用它，因为它很好的产品，我愿意把它分享给别人啊。那么很多人在就是你在做杰斯的时候就遇到瓶颈，其实你要是相信这个产品，你就不会害怕去说。首先你要去用它，你真的是好，你是去帮助别人去分享，你为什么害怕去说呢？就是怕你不用，就是怕你对这个产品没信心。我是怎么说，一开始当我接触这个产品的时候，我没想着去做它，因为我不缺钱，可以这样说吧。但也不是说我很有钱，但是我不缺小钱。我缺的就是时间，
啊，我的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做学佛法呀，做瑜伽呀，社交都没有时间啊，所以我不是想去赚钱这个目的来做结思啊。那么我用产品好，我要去分享这个产品，然后也看到这个商机了，然后这是我要做的原因。那么这是护肤啊，护肤很好。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护肤呢，改善了我所有肌肤上所有的问题吧，啊，毛孔啊，这个有时候还有点过敏啊，还有这个坑儿啊，也平多了呀。我相信我继续用下去，这个坑儿会好。因为我用的还不到一年嘛。那么在用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有这个反应啊，开始有时候会长个包啊，但是我知道这是好东西，我就坚持用下去，因为我最在乎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那么现在就是还有一点就是我皮肤还是有点黄，但是我相信我不用的话更黄。最好的很好的是最近有个产品就是美白淡斑的也出来了啊，我真希望他们今后还继续开发产品，开发什么彩妆啊呀、口红的都是干细胞的，那我就不要用别的产品了。因为现在的话我就是用护肤用洁丝，因为它只有护肤嘛，然后我再用那个 La Perla 还是最昂贵的鱼子瑞士的这个粉底啊，这些彩妆用一些有机的美国的呀。那么这是这个护肤啊，那么还有一个明星产品就是这个就是白藜芦醇，你介绍一下吧。因为我跟秋意在一起的时候啊，昨天我来的时候他好像还在节食啊，然后呢这是他的一个功课，断食我一个季度断一次是吧，因为他一直在修佛嘛，可能他是他的功课。那其实呢在佛教当中呢和很多宗教里面呢都有这么一个功课啊，那其实它是一个有延长寿命的功效，这也是被科学证实过的，就是定期如果断食的话。那么哈佛大学经过常年的这个研究呢，发现了一个结论，就是我们手边的这一款产品叫白藜芦醇啊，那它呢也是有点类似于断食的一个效果，它会在这个阶段就是你不需要再断食了啊，也可以能够打开你的31号的长寿基因，让你的寿命延长15到20岁，这是被科学证实的。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会员的就是你的推荐人谭爸他自己呢也说过，这个产品呢是对慢性疾病是有非常好的就是一个修复作用的，那还对免疫系统疾病有修复作用。那谭爸曾经有一个分享，就他身上的这个免疫系统的疾病，因为服用了这个我们公司的全套产品啊，然后主要是白藜芦醇，他那个病蛮特别的，我当时在请，不是，他两种慢性病在他身上，还有一种免疫系统的疾病，他做了一个分享啊，那个病的学名还很特别，很少有人得啊，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谭爸从美国回来还要推广杰斯啊，就是因为他身上有这样几种慢性疾病，和免疫系统的疾病，它可以帮助修复。那另外一点呢，它能够治疗癌症啊，这个是在台湾的荣总医院是作为精准治疗啊，是配合化疗医生来开方的。那我们也知道，在互联网上的一个搜索可以找到李开复先生啊，他的癌症，包括富士康的副总裁，他们都是癌症啊，因为服用了这款产品啊，对他们有非常好的修复作用啊。那当然，洁丝不是药啊，我们不是要用来做药物推广的，但是食疗一直是自古以来我们都公认的一种非常好的一个对人体的一个辅助性的治疗的效果啊。那洁丝产品是细胞类的产品，所以呢，在你没有其他方法或者你相信科学的情况下，可以建议啊作为一种使用产品来选用。行。其实这个有一本书叫《神奇的白藜芦醇》，对，有一本书是很多科学家专门写的，有很多的临床报告。对，很多什么是多少倍那个啊，非常好，你问的。它呢是人体的12大系统，实际上对每一样东西都有用。它被科学家证实呢是21世纪
20世纪是抗生素的时代，21世纪就是百里芦醇的时代。那现在中国呢，抗生素泛滥，尤其小孩子有很多炎症啊、发烧啊、感冒这样的情况。它是阿司匹林的60倍，所以说它的消炎作用是非常好的。你可以借助它的力量来作为辅助性的消炎产品啊，就可以不用打鼻流啊，吃抗生素了。那另外它是维 C 的800倍，所以呢，你刚才讲的美白的问题，如果你吃了足够的百里芦醇，也会有非常好的淡斑美白的效果。它被我们称为内用的保养品啊，对女性的生殖系统疾病啊、妇科疾病啊、更年期症状啊、男性的这种各方面的疾病，都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一些修复。实际上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对心脑血管也非常好。血液类疾病啊，因为它是我们辅酶 Q10 的40倍，那辅酶 Q10 主要是对心脑血管有好处啊，所以这个产品呢，可以这样讲，我们说，如果洁丝产品你首选，一定是选用它啊，就是百里芦醇真的是对你人体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好处的，隆重推荐。因为这个可能你们当中有些人是臭美的，就觉得这个护肤品很重要。但是美是要内外结合的，不是说心灵，我现在不说心灵。因为我们的系统啊，免疫能力啊，这个内在的元素要内脏要健康了，我们才不长斑。对啊，所以这些产品都应该用。那么这个百里芦醇呢，不是说我们说的好，因为像中央电视台有个节目叫什么好医生吗，大医生养生堂，你说的特别棒。都说他好，都在上说他。并且就是中国因为信息都比较国外落后一点嘛，中国也知道他有多好了。那么这个好处呢，其实我们不用多说的就可以发资料。就是我知道洁丝公司就是有一个技术叫悬浮技术嘛，悬浮凝胶状技术，就是我服用的时候是用唾液吸收的。那么这个它可以吸收率是高达95%，对啊，就是相当于静脉注射，对，相当于刺激静脉注射。如果你吃药丸的话，只吸收30%？30%。对呀、然后全世界只有5家做这个百里芦醇的，那么我们公司洁丝就是吸收率最高的。对，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然后这个 AMPM 那我也在吃。这个 Finity 我也在吃，这个 Zen Body 我也吃过，那我要说一下，就是中国人不大是习惯吃保健品，包括我们的员工啊，陈晨呢，你们呢都不吃保健品，因为你们年轻啊，然后也没这个习惯。但是我知道西方人是吃保健品的，他们早上起来就瓶瓶罐罐的维生素啊这些吃，他们对这个保养啊，这个保健是很，应该是走在前面的。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食补不如药补，但是这个保健品其实是食品的，它不是给你治疗的啊。特别是现在这个环境污染呐、然后食物的安全什么水啊空气，我们是需要去补充这些元素的。那么我不会选择中国的，我会选择国外的产品。那么以前我就想吃这些维生素，但是还没开始。很好的是这个洁丝，它是比那维生素要多，是复合功能。对，好像是我说错了，你就纠正了。好像是只有20%是矿物质维生素，20%是对细胞的修复 DNA 的修复，对吧？端粒的修复。那么我吃了这个白天，吃了这个呢，精力充沛，晚上呢，但睡得好。它有一个副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的一个，所以你不用吃，因为它复合的，不用吃太多。对啊。然后这对我的睡眠改善特别有效，我以前是睡得很不好的，有时候整晚睡不着，然后现在我一倒床就能睡。但是我也不能说全部是这他的功劳，因为我自己也练瑜伽呀，也修复教也在进步啊。但是睡觉跟以前没办法比。那么我去倒时差的时候，我以前出国欧洲的话，可能要一个时间才能倒过来，倒得比较慢，现在这个一两天就倒过来了。因为是给像什么宇航员用的，就是这个，所以我会用它，我现在也在用它。为什么？因为我不希望错过好的产品，我要健康，这是这个，并且它对普通人来说也不贵，那么这个是保养端粒的是吧？保养修复，对，修复端粒的，对。那这个呢是延长 DNA 的，就是延长寿命的，延长端粒，这个我知道大家也会怀疑，真的会延长吗？我们都想要
延长寿命啊。问题是我们怀疑它是不是真的能延长，那么我们就要找到一个权威的机构，比如说诺贝尔奖啊，这就是诺贝尔技术。那这个呢，也是因为我们公司的研发人，他把它利用到这个人们的生活的保健品当中，把这个诺贝尔这个技术运用过了，所以他得了诺贝尔提名。我相信诺贝尔奖，所以我用它，我要正好是在我想用保健品的时候，这个产品出现了，我觉得是很幸运的事情。那么，不仅还有我，首先我是相信诺贝尔，然后我希望我健康长寿，然后还有这个公司的研发人他自己吃了。然后吃了好多年，是不是？对。然后状态非常好。啊，对，你看到了？看到。你看到了什么状态？七十岁的人好像50多岁一样。对，非常年轻。所以如果你们没有我这个信心，我也建议你用。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保健品，我们需要把自己从亚铅看的状态提出来。如果你不吃的话，如果你吃了，你即使你不相信。你吃了的话，你可能会更健康、更长寿。你不吃，你就不可能，知道吗？那我是绝对相信，有信心，所以我得用。即使你不相信，它有这个可能性吗？是不是？那这是这个，你有补充吗？我没有补充，可以吗？这款产品呢，我隆重向大家推荐啊，这是市面上所有的保健品当中都没有的。它里面呢，虽然在小小的两瓶，早晨2粒，晚上2粒，里面有矿物质、维生素。那最重要的有一个，我刚才讲过，就4种，其他公司没有的啊，细胞修复、干细胞修复、DNA 修复和端粒修复。那里面还有益生菌。很多公司都是单独去卖益生菌的。我们知道东西再好，你能不能吸收很重要啊，所以它的益生菌呐、消化酶呀、这都是尤其对老年人来讲，有很多丧失了一些消化功能的啊，它会有非常好的吸收作用。对，这个我要用，以前吃的太少了，是谭爸说错了。现在我每天吃，当然你经济条件不允许的话，不用每天吃，可能一年吃一两个月是吗？当然有规定，但是我今后要每天吃。关于价格，我想长寿，我想对，关于价格呢，我觉得那个秋爷说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话题啊。那我们本来呢是有零售价的，会员价就可以在35%折扣到52%折扣，就相当于你有机会要买大套装的话，就可以便宜一半了。但是如果你在每隔3月份、6月份、9月份、12月份，在今年的时候，就比如说这个月吧，就是我们刚刚过去的3月份，你就有机会在会员价的6折上再来消费这个产品。所以这个时候你相当于说你可能用了一个小护士或运来油的价格，你会有机会用我们的产品的价格。所以在这个时候的一定要把握机会。那个是那个我们都会在群里通知的啊。对啊。然后我现在身体特别健康了。所以我特别喜欢护肤品，因为我以前吧皮肤不是很好，知道吧？什么好的都用了。其实我也不喜欢买名牌东西，也没有车，也没有名牌包，但是我脸上花的钱可多了。因为这是我的弱项啊，这我非常感谢杰斯。你是越来越漂亮了，我们所有的人都觉得你越来越年轻漂亮了。然后我现在到机场去，我看那些名牌的那些什么蓝妹儿啊，什么那个很高级的、很贵的兰蔻，也那不算兰蔻，还有什么雅诗兰黛呀，广告做的那么好，那些明星都摆在那儿，哎呦，就知道是个骗局。那些明星他不用这个，他是出钱了给他做广告的。我们这些傻乎乎的咚咚咚咚都去买，都指望长得明星一样，全部是骗局啊！所以我走到那个机场的时候，我真是觉得我应该去分享这个产品，我觉得特别的幸运，不再去受这个圈套去买那个贵的，然后达不到满意的效果。反正在护肤品，我现在只用洁士，并且我相信今后也是这样的。那么这是护肤品方面啊，还有这个 Zen Body 啊，我也吃过。我呢就是个管不住嘴的人啊，一吃呢就长肚子啊，然后。我吃蒸饭，其实只吃一个星期，我的小蛮腰就出来了啊！因为，我们中国也有一句话叫什么？你饭吃七分饱，就是养生就是最好的嘛。但是我们做不到，因为东西好吃的东西到处都是，都摆在那儿。但是你真的吃这个产品之后，
你我以前爱吃东西，把我手边，我就不想吃。嗯嗯。当你吃的少了，然后你就更养生方面就更健康了啊，所以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产品，并且待会儿你再补充啊。嗯嗯，并且它会把你血液里的这个脂肪去掉，对，就不会得什么病。血脂、血脂啊，三高啊、嗯，很多的病啊，包括免疫系统痛风啊，嗯、脑中风、脑阻塞、脑梗、嗯，这都是因为我们血脂过高，嗯、堵塞的毛孔、堵塞的血管比较多、嗯，所以这个产品是一个清血毒和清血脂的这么一个产品。还有它减脂肪，但是它不减瘦肉的脂肪，不减肌肉，对，嗯，就是因为我们人减瘦了之后还是需要。我们需要肌肉嘛，我们再看起来挺拔，再年轻。如果把肌肉减掉了，就是显老，啊，肌肉像泰森、拳王，泰森也在用。对。那么，上次我用，其实我要用三个月才能够效果最好。对。但是我只用一个月，我就不敢用了，因为我到美国的时候觉得自己太瘦了。哦。然后我又没吃了。嗯。我不想太瘦。嗯。这个是这个产品啊，我今晚也会用的，但现在。因为我不想太瘦了，所以我就没用所有的产品，我只用那个 Pro， 就是早晨的蛋白、啊、我需要很好的营养。 嗯，就是这些产品。那么我总结一句话，很多人不愿意去做的原因啊，就是因为他对产品没有信心，那自己要用，那自己要变化，自己真的有信心，你是在分享好东西啊。嗯，真的是，如果这个产品不好，我绝对不会去做它。嗯嗯，我首先我不会用它，嗯，然后我不会去做它，把亲戚朋友拉进来，嗯，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嗯，那是这个，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家的执行能力，嗯，我们都是希望，我们都有梦想，我们都希望财富自由，希望你退休了还进账。但是你有没有做去做啊？通常都是我逼你们过来啊。嗯，就是你有一个梦想，你还要去努力。嗯，那么在做瑜伽的时候，我们有优势的啊。我们接触的这些瑜伽的人，他们都是追求生活品质的，追求臭美的啊。你掉链子掉在什么地方？掉在这两点：第一点，对产品还没有信心，自己没用，你不觉得你在做一件利益别人的事情。啊，第二点是什么？你执行能力不够，你追求梦想的这个，这个力量不够，啊，这是为什么？以前有可能有些机会你没有把握住，啊，现在我觉得是可能是您以前遇到机会最好的一个机会，啊，不能让这些机会有溜掉，起码你要去努力，然后再利用自己做瑜伽的这些资源，啊，一边但瑜伽也要做好，是不是？瑜伽做好了，一定有人缘。嗯，是这样，好吧，好的，谢谢秋雨，谢谢秋雨啊，谢谢婉婷。